哭泣时，微笑时，我们都想来一口甜点。公式没有名字的甜点店，邀请您一同用甜点疗愈心灵。即日起到7月6号，上节目官网参加幸福甜点活动，周周回答相关问题，就有机会品尝剧中甜点主厨亲手制作的甜点。没有名字的甜点店，感受人生的魔幻时刻。